一般这种情况，我啊，走吧，我就扫一眼，就知道哪一波值得一看。哎呀，这么多，怎么感觉全是女的？那就在这儿吃吧。聊过天了。哦，还有在船上吃的，看见了吗？哦，在这大船上吃，那真浪漫哈。应该也不贵，这大船上过来各种拍照的美女。今天待的是曼谷的这个酒店啊，哎，也能看见河，嗯，这下边这些小花瓣房子嘛，还能看见曼谷的摩天轮，等到晚上它就亮了，这夜景估计好。这边的大桥，我感觉啊，昨天那个河景的酒店啊，它好是好，但是它那个枕头实在太高了，睡不着。那景观真是好，这个也还行吧，也不贵。看这个楼底下养老的这些法老，是不是还挺享受？下边是游泳池啊，门头的大游泳池。这摩天轮，哎，开没开？哎，转了，转了。好像转了，看见了吗？转没转？转一点点。来到了酒店旁边这个地儿，进去瞅瞅啊。我感觉泰国这个经济估计没个一年两年好不了。大多数店铺啊，曼谷的店铺啊，都是这种状态，没开着门，开着门的呢都是卖这种小衣服的。这好像在哪个国家我之前去过啊，类似那种奥斯莱斯一样。然后这是泰国的奥特莱斯，再往前走是它的河。这边开始有小店铺了，热闹起来了。希望它用几年的时间好好复苏吧。这地儿来没来过？我真忘了。这喷泉，后边的摩天轮，这泰国大学生毕业了都穿成这样啊！拍毕业照呢，估计他们的大学四年，大概有个一年多是在家待着的，剩下都应该上学的吧。到河边了，哎呀，这啤酒小姐都行，漂亮啊。这还有僧人在这化缘呢，
人家的僧人是那是真僧人啊，我帮他们拍照，你别加入他们。哎呀，这是他们的学生，穿着白校服，真好啊。感觉像是在泰国吗？是不是有点不像泰国？问这大船多少钱？但是我手机要没电了。哦，还要预定啊？又满了，好吧。这摩天轮，人都说一坐摩天轮绝对分手。反正我在北京坐过好几回，坐完真分。They say if take this off, the couple will break up. 嗯，you want try me?我不想去，后边还有旋转木马。谢谢呀。手机要没有电了，怎么办呢？咱们还剩下这点时间啊，能看一点是一点。哎，真欢乐。这是真人还是假人？真人吗？从这儿出溜下来了。哦，这个下来了，这个上去了。摸一把，没够着。我这香蕉飞饼飞得真好。来到了摩天轮，我记得我之前在好多地儿都坐过摩天轮啊，坐完哎呀真是分手，所以不要尝试了。多少钱？别花了，四百。一个人80块钱。啊？我来那500。哦。还有的，我来三就开火了。哦，所以说有驾照就是好啊。哦，那边是停车场。哎呀，不太行，大妈团。啊？我陪过了没有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对。Break up 了没？对。Break up 了。别轻易坐。我记得当时坐的这个石景山的这个最后一波，后来人家拆了，在拉斯维加斯也坐过。哎，反正坐完之后真的分。哎呀，这边各种好吃的，好吃又不贵。咱们还是吃那个海边的小餐厅啊，河边的小餐厅。哎呀，这大棒子真新鲜，这炸鸡，泰国烤串。这奶茶，看着我的，也过去买一杯啊。这小鬼屋，哎呀，我是不太敢进去。这门票多少钱？不知道。咱们得支持一下人家。这印度飞饼，这有点太支持人家了。好吃吗？对着大船吃啊。看看怎么样。哎呀，全是中文。
还行吧，不是巨贵无比，跟那个 Sky Gallery 的 Pad Thai 价格差不多，但是人家有几个虾，一个俩仨。主要坐在这儿方便呀，是不是？感觉好像不是在泰国。这还不是普通节假日呢，这哎呀，这都盛装出席。以前有很多人，有中国人。哦。现在一点点，那我就感觉这里边不超过100个中国人，我算当中的之一是吗？还是这波好看，苗条。哇，全部是盛装出席，和参加晚宴一样。为什么他们都very close like this 啊？美国的朋友你们好吗？这是英国的朋友你们好吗？世界各地的朋友你们都好吗？看看他那边这个大桥，大桥上过去的那个车配着这个夕阳，是不是还挺美的？大楼反光，然后所有人从我们曼吉面前路过，他们在聊什么，说的世界各地的语言啊，韩国人、日本人、欧美的、印度的。我这是今天闯入了什么活动吗？哎呀，走路都带风，这香味儿这老远都能闻见。这边哎，这一大群，待会儿过去给你们拍拍吧。这都是干嘛的呢？逗死我了！这大哥过来拿手机，一边在那拍照。这红衣服大哥，然后我给他比了一个耶，他跟我乐了半天。所以说这微笑国度啊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不管你在干嘛。反正我这手机是要没电了。待会儿他们能不能上传，能不能一个一个看，那就不一定了啊。要不然我提前把结尾跟你们说了啊。欢迎你们关注泰式达达达，泰式达达达拼音的全拼能够找到我的微信。欢迎你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两个爸爸带着孩子，玩得真开心，感觉都要扔出去了。看这个晚霞，太漂亮了。晚上的大船，晚上的这个摩天轮，分手摩天轮。我是等不到他们上船了，有点来不及了，马上就关机了，看看夕阳就回去了。
这是你们向往的大城市生活吗？我感觉我在这生活应该挺累的。哎呀，给你们看看曼谷的夜景，这河上，这船，游轮啊，这边，哎呀，摩天轮，那是后边那个船，看见了吗？